谢谢旅游，欢迎追踪我们非常的 IG 账号的话，你们等下自己左右问一下，这样比较有热度，好不好？不要直接讲，要去搜寻一下。忘记了啦。OK， 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第二位一样是我们来自台大乐舞28届，然后我们的布丁学姐。我跟你讲，女神级的人物来到现场，今天没看到布丁学姐精心准备的教育说，谁也别想走，好不好？坐下，坐下来准备好 ，OK 吗？大家敬请期待。第三位是我们的来自台大乐舞27届的韦凯学长。台大各个老人的女舞有韦凯学长编舞，绝对精彩，目不转睛。我们大家等一下也敬请期待韦凯学长的 judge solo。在这一位隆重帅气，戴着一个墨镜，可是放在后面的楚维学长，一样是我们来自台大乐舞27届 popping 界的大家长。如果你跳 popping 的话，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我们楚维学长爱与关怀。而且楚维学长对大家后辈非常的友善，大家有问题尽管问他，而且他自己有在拍照，拍的照片赞不绝口。如果有兴趣的都可以经过他面前拍一下，但要看福气的。接下来在我右手左手边数来第一二三四五位，就我们的叶俊耀学长，也是我们台大 House 的，就是前面在推动 House 的时候的重大工程之一，也是我们的道才，而且前阵子刚考上会计师，好不好？给下一个掌声鼓励。厉害的！最后一个有参加台大西堤第一届的肯定不陌生，我们嘻哈的战神，我们嘉元学长，来台大没多久就跟台大打成一片，可见学长亲和力非常的异于常人。大家等等教育收获一定也要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要介绍一下今天的 DJ， 有一个好的比赛一定要有好的 DJ， 不然音乐哪里来？那DJ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囧牙，好不好？我怎么会忘记呢？就是想要让大家更熟悉、更印象深刻而已，好不好？我们囧牙，然后旁边有小助手品琪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除了我，还有另外一位 MC 该出场了，压轴总是最后一个出场的，我们台大乐舞30届。帅哥部部长詹永权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C。好，对，他的 IG 是 James199201112。OK 吗 ？James199199201112，对吧？摩羯座的。大家手机可以拿，准备记录一下。然后我是今天另外一位主持人，我是绰号是九哥，台大乐舞29届的拉丁教学。OK， 那我们马上要来准备我们的比赛啦，掌声鼓励一下。